你今早吃只小笼包啊，来，等一下啊，搿小笼包吃起来哦，要当心点哦，否则水要飙出来哦。先熬只小个洞，啊，一锅粥想出来了。阿拉是蘸米醋啊，迭个山西老陈醋，搿味道夹了老好。没有，一包汤水去做吃。搿里向一包肉老大哦，吃下来五只都已经吃了老饱了，吃六只。喏，今朝吃小笼包。小笼包，能吃吃老多。侬吃起来当心点，它要飙出来。哦，汤老多啊。老多，先说它。哎呦，当心！一口一只。嗯，能吃，汤的几个字。一口一只，这么热是好不啦？搿两天了搞活动，我想还要买点勿啦？再买两碗。可以，小笼包汤包了。算小笼汤包，侬吃得出里向有中香味道，你吃得出来伐？我刚吃勿出来，讲了也吃得出来，我一吃就吃出来，因为侬平常勿大吃粥，伊个粥味道勿是弄得老重，弄得老重，人家有种就勿要吃，对个唻。伊搞活动，吃吃勿完。我晓得，我就讲侬一般性到店里上去吃。这点就没吃过呀，我吃呀。侬吃啊？基本上就20-30块，可能人家一笼一笼。上海灌汤小笼包，对不啦？吃好吃的呀，是啦。照相先叫小笼汤包，那包装也老精致的，伊拉。可能也小笼哦，我们伊拉里向那个那个蒸笼子啊配的很。四烧片，不需要加冻哦。让伊大火蒸8分钟。赵万生照相鲜肉小笼汤包，一包192克，有得8只小笼包。伊个配料也是蛮清爽的。我们伊从17号开始搞活动，89块5袋，每袋是17块8角，原价是109块5袋。现在大家观看。